不主事儿，所以别人才会管理你。你要想不被别人管，那就自己扛起来。所有的互动关系一定是双方打磨出来的，你们要找你们自己良好的可接受的互动关系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吧，我觉得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矛盾，这些矛盾都是可以协调的，我觉得并没有什么非要闹得特别大特别什么的，我还是喜欢你的，就觉得我们俩如果能继续好好的，我还可以接着走下去，我还是真的很希望我们能一起在一起的。我也希望我们能觉得我们挺有缘分的。我就真的希望你能稍微给我点自由吧，一直管着我心理上也特别难受。他的意思就是让你管得张弛有度，别管得太紧，是这意思吧？那你这不就找人管的吗？反正他不管还得找一个管的。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可恶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劝着你，我会纵容你。我跟你说，你今天这事儿没有革命成功，以后你想革命也革命不起来了，接着管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听着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去。至于去哪个地方发展，你们好好商量好吗？谢谢你们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。谢谢。谢谢。祝他们幸福。